安。嗨，星辰早，好久不见。这样子诶。我、哦、好久没有正常作息了，这样最近发生的事情。就是网课没作业，咋有点昏？你一整晚没睡，为什么？鲨鱼来了，走喽！你看，主要是他们一直都说教主早点囤辣比较好啊，这一季又好像剩剩，不知道下一季又要几个礼拜。直接失眠，不过我觉得头昏这种症，那也是眼睛有点痛，因为对面的窗户太亮。你不带火盆吗？我火盆还要拿起来啊！你讲一下 Switch 我怎么放火盆？我要把那个 Switch 拔起来才能放诶。有道理吧？这样还是你这招陪我线。再跑一次光，再捡一次金人，不然你什么都看不到。试炼就算了吧。嗨，小妞，跟钓鱼也可以，那就看你啦。进去钓鱼还是怎样的？不然怕你捡金人捡一捡，看不到在哪里。而且又想想，有些游戏任务没过，光有什么任务？好，每日任务。怎么办？回家吗？请问这个情况下是回家吗？我现在好冷哦。哎，
不是啊，他说给逆子惩罚，可是我们这些不是逆子的，不是很可怜很无辜吗？我们中规中矩的，又没做什么坏事，要被惩罚，很可怜呢。嘴巴好痛，破洞。明明没熬夜啊！连累那些光仔啊，可怜，我是光之逆子。就是，你就想一下是不乖的玩家就对了啦。骂人啊，做坏事的啊，有连坐法吗？我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不想怎么 call the night。教主下一季也是直接超能力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下一季我还好哎、欸。下一季我觉得比较酷比较帅啊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到想要课到毕业的打算。那你这等我，他自己剪吗？剪啥？正在啊。嗨，小金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昨天嘴破哦，烦哦。脚步声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我来了，哎，走。
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，你很想生气。打滑滑滑滑滑，那可以用雨伞哦，可以啊，雨伞会挡伤害啊，啊你不知道、哦。我是说两个没用到啊，有躲在后面的小坏坏在哪里？太多的心思叨叨，拼错啊，找到了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笑一笑，这甜蜜感觉在发酵啊，按错。嗯，我怎么记得这边有两个？哎、欸啊，在这里啦。哎呀，小坏坏，来来来来来。哟，第一次看台，安安，嗨阿兵安安。嗨，第一次带我跑献祭的阿兵安安。摸过了。打打打打！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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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打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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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打到！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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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掉掉掉掉掉掉掉！受伤了，受伤了。我是蛮喜欢他后面设计说，被砸到被怎样，然后身上会有那种好像水晶碎片的东西出来。我蛮喜欢这设计。太多的地方，刚刚太多，笑一笑。好了，待遇我好了。但献祭后面真的很难跑，是用爬的吗？我其实没看到很后面的东西耶。待遇走吧，走，我们走。太多的辛苦，滔滔不过爱的美，叫一叫。走。喽，狼人狼，你真呀着一支小雨伞，啦，
后如果啊，我来跳舞走你你来跳过我啊，但没了。没能量的状态好像是用爬的，所以我们之后是用爬的嘛，啊，所以他会跟我讲说，欸，教主你要不要去献祭啊？我说可是好懒哦，还是讲了一句，可是下一季真的好像很红辣会很难拿哦。啊，好吧，他说今天礼拜日了嘛，下午三点就可以献祭一波，就想说。好啦，早上趁一大早赶快去献一献好了，然后等一下可能就捡到大概11就收台，就不用特别捡嘛。不知道欸，大宇你有想全部捡完吗？你先跑完再谈。反正对我而言，后面的都拿不完。你说因为翅膀太少，不跑隐藏图，好啊？你说那个吗？深渊技能系吗？反正今天要，不然，小妞好点没？而且火堆一定没办法用。他不是说把那个吗？魔法给取消掉了吗？魔法道具取消掉了。我看更新介绍。然后如果我不剪翅膀，靠70几个亿，好像我走不到这边来，好像真的都要剪的，天哪！不过现在躲龙方法好像多了一些，你不是说那个吗？可以挡一次啊，挡一次伤害。只要在附近放道具，道具也可以挡。哦，都对啊，不能放太远嘛。这个我有看到，就是那个什么，放置类的道具。先看一下哦，19根蜡。完了，是不是有小黑啊？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。有小黑完了，两个。基地有多少？那剑可以挡的斗篷？你说有挡龙的斗篷？哎呦！看超远！哇！什么？白鱼救我！哦，
这两个相依为命的看起来好可怜哦，我们还是怎么看他们玩？好可怜哦！我怎么办啊，来雨？不知道，等吧。我记得等太久的话，他会问你说要不要跳过动画还是什么。有一次我脱队，不然死太快。然后那时候说你要离开你的什么队伍什么之类的嘛。他们刚进吧，看得出来是刚进啦。我这个牵手的很努力耶。可惜 Switch 牵手很麻烦。不然我刚刚就牵着带鱼撑着伞这样子跑就好了。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爱我的味道没。哎呦，右边那个只有五亿耶！加油，光遇是个好游戏。除非那个是你的小号，你很有爱，还有两只账号，很棒。啊，跳不上去哈。月影安安，不然要等一段时间啊。问他会问你要不要先走，对啊，所以要等啊。啊，我那时候就死太早了，他们就是那时候我错过左半边的那时候那个小那个金人，石像，然后就直接笔直往前冲，然后就死太早了。那时候好像才第二次献祭吧，然后死太早说，请问你要跳过什么沟鬼斗的吗？爱情是你独特的。在我心里到没人都不要只有你知道，他万一知道有十万个人在看他们献祭应该觉得压力很大，快跑快跑，你们黑了快跑，这样子加油。其实光子身上长花的设定也不错啊，毕竟石头也会有长一些植物的。哇，喷了，完了，天女散花，天女散花。八八八，哇，他们脱队了。完蛋了，爱情就是这样子，那碰到了困难，一个人会先走，一个人会走另外一边，然后发现后面那个需要前面那个人，最后还是回到他身边来，然后前面就说好好牵好手不行吗？这样怎么一起走？我不是啊，你走太快了啊，我遇到挫折被砸了一下啊，就变两边了，有没有？最后他们还是携手决定一起合作，因为后面那个不知道怎么走，因为后面那个他不知道将来的路怎么走，他很迷茫。看来这两个光子应该是玩一段时间的玩家，感觉是前面是玩一段时间，后面是带着玩的、啊。看，有时候他们的感情。决定在后面那个人，你看，后面那个人可能最后走不下去了，只能送着前面那个人走。你看，后面那个人只剩下一点点的寿命了，他快不行了。感情，知道吗？总有一方会比较累，没事。好了，我们没办法看你们感情大道理了，带鱼我们走。好的，希望你们两个可以走到最后。我今天应该不会开很晚，因为我家现在
温度已经30度了，所以嘿，懂的齁。哎，我觉得怎么掉下来的动画是不是变很长啊？那是我偷条，所以应该剪完金人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再看啊，今天感觉不会下雨。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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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而情是你独特的味道，不到底要别人都不要。谁在旁边吼？光呆鱼，那是你吗？呆鱼，那是你吗？不啊不啊不啊！我就觉得给叉叉真的是很北七耶。拒绝在哪里？不是，这不是拒绝。我每次要找拒绝都找不到啊，烦死！哦，这个啦，白痴哦，好摇，要要抱抱，不能抱抱。摸了一下，哎，红原蓝，不要啦。不要啦，每次献祭都很想纳闷，说这些人不会死早一点哦，死在那个伊甸园的前面入口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死在那么后面？跑得很累。我的微笑，你明白就很好。抱歉，久等了。我只记得说什么走得上窗户。然后跳过去就是捷径了，我只记得这个，好像不是这个吧？是在前面一点的吧？哦，真的是这个哦。然后嘞，是往上飞。哦，对，一直踩着云上去嘛。哎、欸，是吗？古雅，你早安。哎呦！那光遇好难啊。我可以飞成这样，那么厉害啊！天哪、如果超捷径，对啊，好厉害哦！我就不会，那边是不是也是景点啊？啊，这是片头有没有？欢迎收看《光遇》。
现在站不上去了。是哦。啊，没事，不过就算了。你还要吃这些火吗？我们都吃满了。糊涂先祖，糊涂，你快回来，你快复刻啊！糊涂是我，糊涂是我。看到那个重组记的那个哈密瓜披风，我每次都想叫他鱼纳仙子。兔兔是指梦想记的害羞邮差吗？对，没错，我想要兔子面具，虽然他的脸真的很大，可是我就是想要。你看这边就有三个小号，我觉得应该这边人会很多吧，毕竟上个礼拜加了一大堆那个社团的人，你看一堆兔子，一堆兔窝的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哦，飞蚊症，飞蚊症，哦哦哦哦哦，这边还有位置哎，天哪，我好友不够多是不是？兔兔下次回来，我觉得很难呢。下一次不就是那个了吗？哎，会有那个彩虹日了吗？还是月？图跑完了吗？现在才要跑图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已经跑完了啦，现在是献祭而已。等一下捡个金人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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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优花，不不啦，我跟呆鱼。你先忙没关系。就等一下只是纯捡金人而已。待会只是单纯的捡金人。叫错了，哎呦，走心走屁啊。你就不要下次叫错人被我抓到，抓死你！跟你讲，不要被我遇到你叫错名字的时候。等一下哦，九、十五、15.1，走心嘞！梦想季都已经开始复刻了，不是啊？上次不是就是重组季吗？比较好笑的是，怎么会卡一个重组季进来？干嘛啦？来抱一个啦！吃醋哎，过来，过来，好，欸，这边不能抱是不是？你去换一个棉裤啦，棉裤看起来很热哎。哎，欸，牵不到，这边不能牵手哦。我要兔子面具，我也想啊，哪一个？这个啊，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好看呢。这个，等等换，不要吧，我下次啊，下次好不好？哎，欸，这边不能牵手哦，现在不能牵手了哦。呆鱼好可怜，被改名字没有？他被叫错名字啦。至少我没认错人，或是叫错人而已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佩佩小号，
耶！我用九亿，直接可以拿到几亿啦，2、4、6、8亿了，哎，好棒！关于我一进入试炼被砸了两次这件事情，怎么了？冰沙上线，不知不觉也正式的入坑一年了。对啊，真的时间过很快。刚刚说76，哎，现在是白天呢，不是也都是晚上吗？这不会是冰冰的脚吧？哎，不是哎，你是谁？培根。77耶，对，是77耶。换什么？没事啦。来，背我。背我。兔兔面具。哎，培根，你可不可以换双马尾的那个？双啾啾，大根的双啾啾。我想看。我就想说，兔兔面具配大的啾啾应该很可爱。你等我，优化不，待遇等我，我校对了，我其实是校对的哦、喔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这个，不大啾啾吗？的啦，你没那个发型，为什么？你没毕业哦？好吧，没事没事，我慢慢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不用换，走，我们去跑图，我们去捡金人，爱玉走。干嘛在我面前抱抱？有两颗星，来啊，给你，捡不到、哦。不是啊，点不到，点不到，等一下，还缺一个哎、欸。早安。没事啊，不用换啦，反正有了再说啦。换了，你换啥？兔子哦。
你不缺心屁，你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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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屁。早安，夜早安。你就收下嘛，你就收下嘛。中不了，哎呦！开鱼走吧。让我们跑图，见喽，啵啵。光遇当掉你重开。现在剪，我想一下、喔，大概10:30吧。还是其实9:00就可以了、啊。电风扇，我等一下快速去开窗户，点完这个，我马上冲去开窗户。开窗户，开窗户。想念着你的特殊，来了，哎呦喂！嗯，你放清盘了，哎呦，怎么那么棒？好嘞，你这边没看到待遇显示在星盘上，嗯？
对不起。可是他说他放在星盘上了，你过来的话应该也拿不到吧？哎、欸，可以哦。哎呦！你的心被拿走了，你给他讨回来啊！你要不要用讲的啊？都可以，我就扁你哦。那我开。你开啊，等你啊。原来你没有开 DC 哦，哦。哎，为什么你进得来？他只是一个人呐、啊，所以如果你进来，我就进不来了。哦，我想说。哦，懂了。等等等等，我要看他发型。什么发型？哦，等，等他过来。我看合不合适，这样我就独癌了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好，感谢，谢谢模特。有什么不叫我啊？我又不是没有。叫什么？就是、啊、你开这只啊？兔子面具，兔子面具加大啾啾啊！我也有、啊。你开这一只啊？我下次就叫你每个发型都试给我看，我就看我要常驻哪个发型。我不是所有图都有毕业哦，那一只。我知道啊。所以，啊，所以叫你有什么用？我还是可以换的。骗子？怎么就骗子？要抗议的声音了。感谢培哥。我没看游戏声音，我只看到你在那边扒，可是我没听到声音。那时候聊天，那个观众是说两个同时按牵手的话，追随啊，跟随就会像上次那个玩很快的。你要试吗？现在吗？不是啊，观台。哦，观台后说啊。刚刚想要补取名字却没办法取，那怎么办？未命名零一吗？怎么办？你的名字被取掉了。
会命名，应该是贝卡伯格。你又不见了，我又不见了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真的跟门不没有缘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他直接送我到小金前面，谢谢、啊。傻眼，那边满了吗？没，还没上去。我在想要不要上去拿，还是直接不拿就算了，反正也只有一颗小金。我来了，都到了，拿吧。不是可以直接冲上去吗？是可以啦，可是我怕我会被风吹走。这边你跑过头了，我就试一下，不行就回家。嗯，面吗？不是，我有这个，我为什么要蹲呢？傻了！我们八个人嘞，有八个人嘞，我们进去吧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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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很棒你很棒，不要想太多。我先。没事，知道我们不是当坏人好吗？我们可以自己走的，何必理这些人呢？我们是来做大爱的。有拿到吧？有啊，我刚飞太快没看到。一吉安安，恭喜跑完了。我之前看到馒头那边都六个点都放火，一出来直接烧掉。对啊，让我再试试。哎，培根要找你。之前那时候啊，复刻那阵有复刻那个火堆，所以通常那时候是人人一个火堆啊，所以那时候吃馒头蛮快乐。啊，最近又有新人加入还是什么，馒头那边很多都没有办法直接烧。哎，好了、哦。好了，他说好了。看不到他打字，我们还没解上去。没事，他说谢谢大宇。好。嗯。应该乱传达的。不行。应该来乱传达话。那是那个贴文吗？对啊。那是很可爱耶。我说最爱乱了、啊。你眼睛还要
还要断手才能捡。不是断手，是点不到，刚好点到你的头就变成断手。我的头太大了，是不是？我头太大，不是。大概城岛嘛，峡谷雨林都避的差不多了。小金呐、啊，我到现在还会漏哎、欸。我也会啊，我根本就没在捡。峡谷一定会漏，那个谁木土就不用说了。然后那谁镜格是只有右边两人门那边我不熟。什么大头鱼？哇，好坏！拉进黑名单。完了，再也看不到他上线。打大鱼安安的，我说啊，哪里有呆鱼？你隔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记得被拉黑名单的不会再串到同一个预警模式吗？不会。对，所以不会有共同好友，就是传到那个共同好友才会。所以他看到你是小黑这样子。发现点不了火啊！这个原来是呆鱼啊！完了，那玉镜光遇唯一一个不能点火的一定是呆鱼，就是你了。NS 的还可以再更优化，你说现在吗？还是希望？我觉得主要是实况上啦，不然其实可以戳画面、戳荧幕啊。我是觉得玩家头像应该从什么优先度吧，又比如说惊人的优先度，或是一些什么动作优先度，牵手抱抱那些优先度要大于那个，我们应该说被动的优先度大于主动的优先度吧，懂意思吗？就今天是我要点你牵手，或是你要我牵手，哪个优先度要比较高？你懂意思吗？好，我解释给你听哦、喔。今天如果一群人之中，你对我点牵手，我至少不用在这一群人之中找到你的那个啊，找到你的头像，然后点牵手，而是直接看到你牵手，我就点下去就好。听不懂吗？喂，女人。我懂啊。你真的懂吗？好，你解释给我听，我讲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要我解释有点困难哎、欸，我是有点不太会讲话的。你只是呆鱼，不是口皮鱼呢、欸。哎哎哎，你去哪里？我是口皮。有花上线了。让你看。有花过来了。怎么办？你帮我说我在开台。对啊，不能删好友很麻烦。按下提升你的翅膀。没有看到吗？不都有跟他有解锁到聊天吗？没有吗？欸、他上线了。你们关系没那么好、喔，我记得不是有加 QR 吗？我就是不知道是蜡烛加的还是 QR 加的。我记得是 QR 呢，那时候是丢餐桌啊。你每次都喜欢掏出你的棒棒，说没关系，掏出来加一加就好。说你在讲，不是我每次都是说 QR 要省蜡烛的那个、欸啊。难道是佩佩吗？我蜡烛一直都很缺。那你还是丢爱心给我，白痴哦、喔！我都是小号丢的啊。你本号也有，要不要我下次截图？
不用。原来在开台，对他，其实刚刚呆鱼是帮我打说我在开台，然后发现你们好像没有解锁语言，不知道有没有啦。鱼跟花的语言还没解锁，生物跟植物的语言。对，我们在开台，没有啊，因为下一季说那个啊，献祭会变得很困难，所以就先赶快在改版前把蜡囤一囤。好，回家。不知道剪完。早安，有啊，你们用 Q 啊，哦，那就好了。明明讲交友游戏，却只能黑单。我觉得黑单这功能很难过哎，就是你，就是对方黑单你，你再也看不到他上线啊，你也不知道他黑单你这个功能，就很难过。我去尿尿，应该很快。我回来啦！好了，好 Q 花，拜拜。他那个停止动作好久。我停止动作。就是那个摇头晃脑、晃脑的啊。哦，你说节拍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他停的时候还要顿一下才会停止。头晕的啊！我是他，我也会晕啊。很闪。没有，我发现根本不用按 A 键啊，按 X 键就好，按 Y 键就好。不是一直都是 Y 吗？对，我会习惯按到 A 键啊。A 就是确认啊。哇，然后加减烧一下是不是？没有烧啊，我要炖啊。好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按 A 键啊，因为要吼啦。那我直接用讲的好了，不会按到 A。算了，不等了。嗯，我鼻好痒。
好了。嗯，早安咖啡，安安，安安，早安咖啡。好，有时候顺的时候烧花就觉得很舒服，人太多卡的时候就是烧花烧了五秒还没烧完。你要看呐、啊，就是有时候背上的人有掏那个白蜡的话，烧是蛮快的。所以通常带的话，背上那个人最好要套一下白蜡。可是套白蜡比较危险的是，有可能会烧到仙族。嗯，好，谢谢，我懂了。好了，爆花更舒服，没有就直接你蜡烛靠过去，花直接消失会比较爽。我记得有人做过那个影片，是说那个烧花是看那个帧数跟那个网路状况。那一个人帧数高，一个人帧数低有用？一个人的话好像是调两个电池吧，会烧比较快一点。所以有时候带我都会调两个，然后手机直接烧到一个不行。嗯。安安决定挂台躺回去睡觉。晚安，晚安。嗯，难怪你每次烧很久，懂？你是调什么东西帧数啊？不是啊，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伺服器卡还怎样。你蜡烛放过去，真的烧很久也不会熄。要么是烧手机，要么烧花，选一个、啊。我都没调。这游戏要学会调画质呢，有时候跑图调画质有差很多。那什么时候要调低？什么时候调高？调低就是贝菲啊，贝菲要调三次。嗯。然后烧花的就最好调六次。对。我有时候烧很久都没有，后来爆开，对啊，就串到啦，就很爽。尤其是烧那个正导的大花的。只有两种画质，对啊，30跟60啊。可是它的画质又顺畅度也没有那个什么好，没有手机好。那时候用手机调高画质，哦，玩起来好，画面就整个超不一样。啊，但代价就是你手机会很烫。这是超流畅的哦，没有完全没有什么一卡一卡的画面，真可惜。也好啦，不然思绪烧掉我就很痛。明明都有戏。我Switch都是开30的，我觉得它有时候开很久会很烫。好，谢谢。但是，只是有时候Switch它会有些 delay， 就是。有时候手机已经过门了，然后 Switch 还没过，这样就会卡那个白画面卡很久。
开了一辈子都不开门，你就是说雨林的意那个啊，意图的门不是吗？霸凌门呢、欸？那时候有人想要从那个缝穿进去，穿不进去，然后自己烧那个烧大门又烧不开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个人就是我。哎、欸，你在偷偷讲我呢？啊，你哦，我怎么知道？啊、原来大家干过这张纸啊，很挫折哎、欸。他想说，哎、欸，你跟佩佩好顺都进去了啊，我嘞，顺不进去，好好啦，烧一下啦，那门又卡在那边，我是狂轰那个门。因为有时候就你们都跑图了嘛，啊，我就想说一个人就去摸一下，然后好像还剩一点点没有跑到。雨林很痛苦，还有啊，就矮面的那个啊，会游泳啊，一点点积水就游泳，就跟魔兽世界一样，选个地精，那个人类的脚踝那个膝盖高度，地精就在那边游泳了。说打，我觉得现在改版之后，水有变矮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高的人不会弯腰，就是烧花不会弯腰。不会吗？不会啊，就是我有时候不是拿小号，然后拿身高去，就是用身高去扫、嗯，然后还是不会弯腰，然后就是平衡的在那边扫。我真的觉得，一样、啊，八或九，哎，哦，对，差不多八或九是我比较喜欢的身高，萌新的身高再高一点。或五吧，不知道。好犹豫哦。对啊，明明高才帅。反正今天做好防御高温的手段呢？什么防御高温？有啊，关台、关机、去楼下睡觉。哇，可以从上面蹲吗？可以啊。欸、等一下，桥有点滑。那你蹲给我看、啊。从这里哦、喔，啊，又是这边又下面一点的，是不是？比较呆鱼，叫钝鱼好。摸索所有遁地的地方是吗？对啊，哪边都能遁。没有、欸，很多都是看别人学回来的。你们就那个杖，你不用你干嘛？哎、欸，对哦，那个杖大概是装饰品吧。原来不会用、欸，是点开它，然后往前拉，然后松开吗？不习惯吧。不是，我从来没用过啊。就是点开它，然后还是要拉。就拉一个画面。拉完比较好顿的、欸。那、啊、要松开吗？就是跟普通遁地一样，只多了一个杖。更好顿的杖。
就知道我是个专业的充电宝。萌新是几号身高啊？一或八。嗯，那看来，五或六喽。为什么在跑金人？那我献祭完了啊。我在为下一季做准备啊。万下一季万一缺红蜡就完蛋了。下一季他们都说不好跑啊，啊，反正先滚啊，又没关系。就对，就可以跟佩佩解锁更高的姿势了。你知道，跟佩佩现在只有到打背而已。不知道哎、欸，他都不跟你套蜡烛，你看他多坏啊！他很忙哎、欸，他超忙的。对啊。但是问他什么时候才轮到我，可以跟你握手？握手真的很贵耶！你看我直接对你成这样子，你只有跟我姐那个跳舞吧，其他都是我姐的。哪有跳舞握手都我姐的吧？我握手是我第一天就毕业了呢。好哦，我第一天毕业，你怎么跟我姐？可是我记得我们是比较后面才开始。屁啦！好吗？你自己想一下，你好好想一下。可是，一阶的话，那是一阶也是我姐的啊。不是啊，一阶的话，其实还没季节的时候，他已经可以接。对啊，那、二阶也是我姐的啊。是吗？你好好再想一下呢。你好好想一下呢。我先想想。你的记忆力有我好吗？好像没有。背地图是没有啦，一些零零锁的事情是有。第一分歧，那搞不好跟其他男生解了啊？没有，我有解的就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我小号。对啊，那可能你记到你小号去了吧？也不是没可能。我现在只有解锁三个人啊，你啊。呆鱼啊，啊，呆鱼、幽花跟雨林，哎、欸，就是三个都有常来带我跑。那、克洛伊嘞？克洛伊是直接到包那个菲菲跟顺仪而已。好、哦，主要是当时他只跟那个啊，鸡鸣姐啊，鸡鸣姐，然后叫他称呼鸡鸣姐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也说要顺便跑风狮练嘛，啊，他们那时候就是都是实打那个嘛，脚踏实地在跑狮练的。我说那太慢了，太慢了，我先跟你姐。他那时候就是有点不要，他觉得太麻烦到我。我说不会，这真的相信我，姐就对了，给我接受。这样子，我跟克洛伊姐传送他都不收，他就不好意思啊。我就跟他说，我现在红蜡已经没用了，除了赌身高就是妇科，他还是不收哎、欸。对啊，他应该还不了解啦。就现在，我也刚刚讲说，蜡烛现在只剩下这几个功能而已啊。他也小妞跟他姐也没，他也不想啊，他是想靠自己。我还要碰上下一季的那个破碎季，献祭又更难了，他的红蜡不会够。我觉得他现在玩这款游戏也玩得很开心啊，他也没有要全图毕业啊，他在打扮自己。像你也没有全图毕业啊。我是觉得太浪费蜡烛了。因为我从一开始玩就一直在复刻的路上，然后我又很偷懒的没有想要每天跑图，所以我的蜡烛没有很够。
我懂。这是要灌输副科大于什么东西，真的很难灌输他们概念。副科大于任何东西，副科大于有情愫。那我看副科大于常驻吧，再大于有情愫，永久意比较重要，我觉得。嗯，可是常驻就在那边啊，你跟朋友解那个。好嘛，至少解到杯杯或者是签那个瞬移啊。啊，解完瞬移就是长珠大于那个了啊，有情绪。也是啊。对啊，我看啊，串线了怎么办啊？飞回去找你，飞回去的过程中啊，又串线了。欸，下一季有他的发型，光耀的发型。就还蛮喜欢的，欸，就两边各一片啊，有那个尾巴是马尾。我比较喜欢那个明龙的，欸，我觉得好帅。明龙那个不是面具吗？哦，是发型，但，啊，是他到底是头饰还是发型呢，啊？嗯，发型吧。那时候我看欧弟用是头发。哦，那时候看影片说什么是头饰，我说哈，头饰，不鬼，哦，有头发了，欸。他只是头发上面加一个东西而已，用迷龙的脚啊。对啊，我觉得超帅的。他至少把这次的光月的东西都加进去了，不是吗？水母、光耀、迷龙跟那个花，不是吗？哎，欸，对，还一个是什么，啊嗯？因为花跟那个迷龙是归在同一个吧？对啊。副科大于当前季节大于当前季节大于常见。反正就是时间，反正时间越短的，大于优先度更高啊，对吧？那复刻就只有四天而已，但大于其他一些长度的，或是大于两个月的，应该说还有螃蟹，四天大于两个礼拜，有没有大于三个月的？欸，螃蟹是跟那个吗？银龙是绑在同一起，对啊。会不会以后有个披风就是一个包包啊？这样跟那些道具会通通到。道具？什么道具？如果你看哦，披风是包包的样子，那会不会跟那个火堆的包包冲突？分得清的吧？你都是节日优先，复刻之后还会出现，是很对啊。可是节日还是会复刻，对啊。你节日还是节日至少一年会一次啊。觉得啦，你节日还有时间做准备啊，复刻就几天而已，复刻就四天，啊，一见分歧，你看吵架了，男女朋友在一起就是变这样。就分两个系列对应的先，毕竟光系列要先兑换，暗系列第二个才能要先光才能兑暗呢，啊。我知道，我没有测试吧？没事没事，等人家写个暴雷墙，然后点开看，防雷墙啊，不暴雷墙，防雷墙。就这样走进去了，
这本是假的哦、喔。不是啊，我已经看完那个动画了、啊。我还没，所以我就可以进来了。哇，你提前剧透我。嗯，后面那段说毕业礼兑换成书。哦哦哦哦哦。不过新季节的裤子没有鞋子可以穿，什么意思？他这是光脚丫吗？没事啦，在想什么？后面就穿彩虹日的吊带裤了哎、欸。那吊带裤很帅、欸，还送一个手环、欸。有时候觉得太潮反而不会搭。你吗？对啊。有时候不会想去搭，还是不知道怎么搭。不知道怎么搭。来来来，这我教你。来来来来来。可是你有的就很好搭了啊。你知道吗？有小王子披风搭什么都很好看呢、欸。主要还是要先有小王子披风。对，主要是其他一些披风可能会盖到大腿啊，盖到有的没的地方，会觉得说一些好看的地方都被盖住了。你懂吗？像你那个披风会盖住他腿上的吊带的地方啊。哦。的确啦，对啊，所以为什么都不带，开始不穿其他披风了？你还蛮喜欢海洋披风的，哎、欸，我海洋披风其实买去年买到现在，我穿的次数不会没有五次，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讲说，那个很像是要去泡温泉大叔在穿，没有歧视啊，就是觉得说他其实有一些衣服蛮难搭的。因为这就讲到一些像画图，你有时候一些因为海洋披风其实很难凸显出它的东西，因为它就是那样子，然后如果你要加些什么东西就觉得很奇怪。我刻了多少啊？其实理论上能刻的都会刻啊，就跟买衣服一样嘛，你不管会不会穿啊，只是会先买起来放啊。啊！但是我目前就只有一个东西还没买起来放，万圣节的东西，因为那个东西我实在太不适合我了。它是把头发旁边剃成蜘蛛网的短发造型，那个我就想说，那个我现实也不可能会用的。虽然女生的头啦，因为那可是女生的头，我觉得有些发型我蛮喜欢看。怎么出画面？就是真的啊！他就只是插一个什么头上的那个头饰是一个浴巾头还是什么？那就是很像的。你可以用一个爷爷的面具，然后秃头，头上顶那个
领毛巾，然后带着那个海洋宝宝。然后衣服的话，就可能随便穿个过早巾或者是棉裤，哎、欸，对吧？可以。泡澡是吗？啊，我喝多少？但是这个没有比阴阳师那些还要凶啊，因为这个不用抽，对啊，不用抽，不用抽什么抽披风、抽围脖哎，就是乖乖有衣服就买，有饰品就买就好了，买就买衣服的游戏啊，不用去抽衣服、抽披风什么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培根说的，就是万圣节那个头，我就是觉得说这个，我可能戴的一辈子戴的次数，应该就只有拿出来给别人看，就不会自己平常戴的吧？确。对啊，萌新头我都戴的比那个还要多很多次。萌新头不至少一个月还会去换回几次来看，因为其实萌新头也很耐看。那蜘蛛网的头真的是下不去手。可是阴阳师我也只玩皮耶，玩了一年半，只氪了3000而已。所以我玩那种抽卡，哎、欸，拜托，我之前之魔一个礼拜内就氪了2万块，啊，结果玩了不到一两个月就没玩。只是一开始是真的很好玩，但是发现他后面就是都是人拳脚，每周新角色比较强。那再来是他的角色数值，就你氪越强越多越强嘛。然后他有些活动是又要逼不得已去打玩家打你的好友，那你为了打赢你又逼不得又要再去氪。那当你朋友氪强了之后，你会觉得说啊，他都那么强，我不玩了。就这样子，当时就有几个好像就是玩到后面很心累吧，就觉得说啊，每次都打不赢就不玩，啊就陆续看好友，陆续退坑，就想啊算了，不玩。刚出没工作氪最多的手游，搞了的蛋，阴阳师现在好多，而且目前会这边很通膨太快，我通膨，你是说那款游戏吗？不是。那款游戏当时没有保底，十抽就是十抽，没有什么10+1抽，然后也没有说什么，十抽会有一张类似 SSR 那种东西，没有。我那时候十抽好几张都是阿卡。你是说阴阳师吗？不是哎、欸，之母。我想说我阴阳师超飞的、欸。你那种飞球奖之类的拿到了。我是拿到最后那个飞球称号，然后他直接送我一个 SSR，、欸、好像是300多抽没有 SSR， 还是400多忘记了。好扯哦，这样拿光子哎、欸，光看过两次了。有拿到吗？有。有。平平安安，哎，反正，所以我才会就从前年开始就不玩氪金游戏啊，不是氪金游戏啊，抽卡游戏。然后又讲了那个谁，雀魂除外啊，因为毕竟雀魂，他影响只有皮，没有角色能力，花钱就会强的那种，我觉得会玩。玩上头，因为你知道，你只要花钱就会变强，就一直花下去，你懂吗？就类似风之谷。那、你阿雀魂，你花钱不一定会变强，但会看得很快乐。我雀魂也很飞，这次活动不是有那个黑皮可以抽吗？嗯。蛮想要的，然后我就跑去抽，好像抽了70抽，一个角色都没有。70抽什么黑皮？就是那个男角啊！哦哦哦 ，A 13哦。对啊。那你可以保底买他了吗？
快了。那要不要？可是干脆保底了、啊。保底的话，我反而想换另外一只。可是我想说，如果保底的话，不如干脆等到下一次。下一次联动，然后看那个联动角色有没有喜欢。哦，那你先买那个啊，衣服起来啊。嗯，算了吧。把S3的皮先买下来。信有没有在啊？信，你老公啊？信，我叫他老公。你说我老公欸。哎、欸，哦，不是13 A37哦，抱歉，跟他不熟。直接放弃了。哎，雨天早安。对啊，就是看玩游戏是什么心态。真的不要玩到影响到生活就好。啊，花钱氪金都要适量。虽然你们花钱在实况组身上，我们会很开心。然后，但如果会影响到你们生活的话，我们会还是觉得不至于没必要回家吗？还是你要蹲？坐船吧。等一下，啊、等一下要通马桶，我觉得有点麻烦。好诶、欸。哦，开心到乱叫了，很开心。但真的不要省一两餐，只为了养好我们。我们听了心里会很难过，而且这是情绪勒索。为了看你的台，为了给你钱，把早餐钱省下来，这种话会让我们更难过。因为世上还有更这么可怜、这么饿的人。所以只要我不知道就不会难过了。不是啊，欸，那时候抖过头的有谁？有狼月啊，然后番茄跟加藤道还在不在？我最近他早上都没给我钱，直接讲。他就每次我都跑去问关心说，欸，你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他说，哎，真的是小事，还抖到另外一个账号出现。一边吃牛排一边抖给我也可以。来跑木图。好了，我上岸了。耶、yeah 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嘛，同学，快跑！跑了，跑了！静出现了，你老公怎么了？黛玉想要他，但是如果他抽到保底的话，他不想要换他。他爱他爱他，反正，哎、欸，是什么？年底是有出什么合作吗？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啊，那是光遇啦，光遇年底是出动画，阿雀魂年底是干嘛？没印象，没印象。哎，马同学，你是跑完了哦、喔？他灰了啊！他刚才说他自己跑得快。21根蜡，他不是昨天跑21根蜡？对啊，有病吧？光遇有动画，不是说年底吗？年底有要做动画，那我木图还没跑就21根蜡，也是可以耶，试炼。不是，去休息。我今天还没跑。白宇，你怎么说他已经跑完？你过分了。那时候那是昨天。好吧，记忆错乱了，睡到。你是不是累了？你是不是睡累了？再去睡。睡累了，所以要再去睡。好哦。对啊，睡太久会累，所以再回去睡一下。不知道哎、欸，去年10月联动，12月动态角色。动态角色不是那个吗？什么花火节吗？不是花火节吗？
不然就是花火的 skin， 就是 A37 的那个会动的那个，不是吗？然后那时候你就是每次开每次宕机那个嘛，他超好笑的。他只要每次开那只角色，然后进动画，进牌桌都会超久。好怕，好怕，好怕！在那边叫会录进去。那让我猜猜看，会不会被龙？我就是在想，他的动画化会不会跟《雀魂》一样、欸，都是一分钟的小剧场，对吧？应该是小剧场吧。他没这么，他连搞这游戏搞这么烂，他还想要做精致的动画？你要想哎、欸，《魔兽世界》跟《斗阵特工》都是做动画的公司呢、欸，然后都是音乐公司哎、欸。好像是、哦、每年都出一个音乐呢，很棒哎，很棒很棒。那我觉得明龙身上是不是又变更脏了？头皮屑更多了，是不是因为更新过啊？我难怪想说明龙的 skin 像那个头发像是。盖影啊，盖影，就是 LOL 有一只角色，不是一开始什么都，一开始什么打野角还是什么拿大镰刀的，有我知道，对啊，就很像吗？有点，你是他那个辫子是吗？辫子跟头上那个东西啊，哦，你最近有打 LOL？ 有啊，很久以前。英雄联盟也是做动画公司，还蛮成功的。他是英雄联盟吗？好，自从他波比改版之后，就真的没什么在玩。虽然很香，可是技能全部变掉，我觉得很难过。你被同学拉回去打喽？啊？现在是变成要丢那个东西才会有护盾是吗？你说丢盾牌？哦，不不不，他最强的技能，他应该说他每招技能都很强。他会那么冷门、那么难玩，是因为他没有清兵的技能，再加上他很丑。我记得他那个糖果造型好好笑。我就每次都玩糖果造型。那他的当时的被动是你血量越低，你的防御会越高。然后那时候就是你那时候可能我血量剩十分之一好了，那个200-300的伤害打下来，我只扣一点点血。哦，好扯哦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喜欢带的是治疗，就是真的快死掉，你再治疗一下，又更硬了。好扯，因为那时候有个模式叫做六连杀，哦，可以到六杀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很多角色很容易六杀嘛，像凯特啊、阿特莲娜那个伊达斯那些收头角很容易六连杀，然后我就很急掰的去选波比，准备他要六连杀的时候，我套在一个什么像珍娜的盾，就把大绝套在他身上，我就无敌五秒钟嘛，我就去收掉伊达斯跟凯特莲娜。他说很过分哦，我就说好爽哦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才开始喜欢玩波比，因为他那个盾放下去就只有那个人可以打你，而且你打那个放盾的你有增伤，再让他的 Q 那个锤子打下去又是那个趴数的伤害，所以只要壁咚到一锤下去，你其实就已经五分之四不见了。我之前就是我们那时候是逆风吧，我们那时候比数是好像4-20，我们4而已，然后就只把大招放在那个 AD 身上，看到他我就直接锤爆他，然后那一局就逆那个翻盘，然后就被说太针对了吧还是什么，说我说没办法啊，你就伤害最高啊，我就只能打你。
如果血量真的残，不会直接被波比秒吗？哎、欸，所以那时候 AP 波比很强哎、欸，因为他的 Q 也吃 AP 伤害啊，再加上有那个以前叫什么明火，欸、不是明火，什么拥抱忘记了，就是放下去有再加那个法术增上。进化。然后那时候出什么忘记了，三项之前什么巫妖之祸，还是哦，好久的装备了。反正就那些 AP 装出一出，地动到一 Q 下去，真的直接死。啊，就是喜欢以前那种简单暴力，但是对线就很烂，所以不喜欢打 NG。NG 要吃兵什么？打一下就好了。我基本上我之前玩都是玩 AR 的，我觉得 AR 其实还比较刺激一点吧。直接都是五打五嘛，你就不用什么一对一之类的，要不赢没有，就大家肉硬碰硬，肉体上的对决。真的。然后主要之前打 NG， 就之前讲过啊，被一个人嘴，嘴到很不爽。跟女朋友吵架，有点累到我，然后又说真的玩这个就不强，硬要找我玩。马同学，你不要串到我们，我们开门就会有龙跑出来了呢。哎、欸，马同学快哦，有小黑在这里哦，他开门了哎，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吗？有，我想快点拿，我拿不到。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拿到了，抛抛抛抛抛！好了，我的电池已快没电了，充了电池，哎、欸，不行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快跑好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电池快没电了，教主我该去忙了，再见，好再见。叫好了。那一边，我都直接跟我同学说，你再怼我，你试试看。没有，当时我是什么咖，你懂？当时我还不是这么有名的繁星大大，当时是有一个一个实况团体的一个团员，知道吗？当时只要是讲说他是什么什么实况团体的，啊，人家就是会想要跟他玩。不看他最后一眼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他存在我们心中就够了。记好，我们的每年5月29号来这边纪念马同学。仿佛看到马同学还会在聊天室打字耶，恐怖啊、我想试试看可不可以蹲的。你说这里、啊，好吧，我可以。有些是可以，有些是可以蹲下去，有些坡看起来就可以啊。好呀，对，不是这，不是。你看，仿佛看到马同学在打字。天哪，马同学！我还活着，他还在人间执迷不悟。对啊，这边的小精我其实好陌生，要爬上爬下的，就两个。对啊，没事啊，三只龙而已。哇，飞高一点啊，三只龙而已。然后下一句，20亿而已。
没事啦，掉二十个亿而已，再捡回来就好了。然后这时候那个吐血，然后比个赞，二十个亿还可以啦。好呀，没错啦。然后是这个表情哎。谁要跟我抱抱？先祖，用背飞的吧。好、哦。好，断线。直接断线。降落，另外一边大哥，另外一边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想说，你刚刚其实是从十二点钟，他在十一点钟方向，你从一点钟方向顺时针开始飞。绕一大圈。我干嘛？因为快接近尾声了，舍不得了吗？不要这样，我都还在好吗？我只是迷路。昨天飞飞飞三次，有两次都闪退啊，因为有人吧，有点在飞飞啊。为什么飞喷是什么原理 ？bug， 问就是 bug。以前还有螺旋飞，螺旋飞更方便呢、欸。以前跑风试炼，其实螺旋飞那时候是最棒，又不会失败率那么高。帮你撑伞，这边太阳有点大，好大哦，我都快要晒伤了呢。嗯，太大就要掉翼，我们是光子，在那边怕阳光，怕阳光的光子。一点早安，好了，又要再喷一次了。点不到你，我下得来，我点到了，看得到我吗？你看到你的伞吗？有啊，好像是机关枪。土司喵，我土司喵，哪有你那时候在那个谁小妞的背上才像在拿机关枪，你拿吉他很像在开枪一样哎。哎、欸，你花一个小时就剪完了哎、欸，人比较少吧。我摸不到，我没有吼，我没有吼，女人，我没有吼，我也没说好，我可能要下来了，摸不到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好了。之前有半根，随时21根。哇，你好努力、喔。你跑完全我要5个小时吧，太累了。如果你还能这样持续一年的话，我觉得啊，有捡到，我捡到，我没捡到。好了，那时候都看小妞的动态啊，就看到你们说拿机关枪在对前面说你很凶，等一下四点要献祭，还不知道几点呢、欸？你今天想几点献、啊？应该说你要什么时候献祭？跑完图吧。哦。你失忆了吗？我还没。在跑啊，还有星末跟那个啊。你跑星末好了。不是还有星末跟，真的不行就深渊啊。不要，好累啊。哎，那你星末跑完有就几？10亿，刚好152个用。驾、哦、西安安，深渊是
麻烦是麻烦水下那个吧。它有一个很高啊，如果自己捡没有很好捡。我在啊。而且那个船有时候会有 bug 哎、欸。哦，船你啊。坐不过去。你那是怎样要我去拿的意思吗？看你啊，反正好像感觉只剩两个而已了。是捡完还有了吗？还没的地方没有吧？有啊，试炼啊，试炼四根啊。哦、我摸不到。你想捡吗？没有哎，都跑完了，还要再跑一次。好，好累。我要存了。混辣辣。等哪天真的确定没有再跑，再一次捡好了。看看自己几亿了，你可以加一加。现在这里还有两根，然后深海期的两根，还有试炼的四根。两根，随几根？八根。对，八根。170，然后对啊，差不多。加暴风眼的四根。十根。对，十根。暴风眼十根。那个惊人路上就有九根啊，对啊。你是说第一张图一根，然后门外面一根，里面八根。对。哦。拿到吗？刚没看。有，没事没事。这总共几根？对不起，现在减一。一加七。二加四六，然后。不行。等跑完前面的就是2+4。2+4+10。2+4+10，暴风眼十根。对啊。伊甸园十根嘛，暴风眼十根嘛，然后试炼四根，人员两根，所以16根啊，对吧？对。六，180哎！你快，如果再几个复刻，你就可以到121了。还久的嘞！我那时候就说啦，我少复刻一次啊，刚好是在我刚玩这款游戏的时候。好了，结束。好喂，好喂。暴风眼门口其实有传送的话还好，对你就是直接冲下去捡，不行就找朋友去帮你当那个传送。你看、啊，今天只要你衣服好看，小王子披风搭什么都好。你看这个什么，真渊不小王子记得衣服。很奇怪欸，小王子气衣服真的没有一个好看，也只有这个吧？哪有？你说有配件的吗？不是，它有三个吧，绿色的啊，另外一个绿色，这很绿欸。马同学显灵了，对啊，他降落，太沉，很像睡衣耶，很大。然后我只想变黑，我只想让天空变黑。好了，那、啊、很难搭耶，因为他搭什么披风比较好看？他搭矮面比较好看。是啦，
看一下，云野、雨林、城岛。看，像看看下一季这个多香，飞行季的哦，香哦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好香。我的这个是那个人员季，人员季就一套衣服。然后你要解锁棉裤哦？对啊，我在解啊。那不是叫爱心？我爱心还有啊。叫妞，有了白消头，我就已经放弃这个了。换以前，真的是离不开，要么是林克，要么就是那个。这个吧，啊，这个，有完了，回京，也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再，应该会复刻回京吧，年底的时候，会吧，应该。因为围巾是蜡烛换的啊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我之前常住的，这样啊，大舅舅，圣诞老人，不是啊，就这样子啊，长这样，把自己包的死。真好看的、欸、我想想我之前是什么造型然后之后那个啥出了，林克的出了就，那好像也是改成林克发型，就这样而已。我记得我之前是这样穿的。哦，对啊，你是正太耶。然后这是万圣节，哪个、啊？这个不是。我的蝙蝠披风呢？他是不是黑到你找不到他？哪一件啊？在圣诞的上面呢、啊？圣诞上面的啊，白痴哦！听到了，白痴白痴。这个，啊，你们就是想办法玩一年吧。那个万圣节才有卖哦、喔，太呆鱼，那个社团超多那个呢，什么乌镇，不是吗？你是看得很其实那两个都是女生呢、欸，对啊，正太是女的啊，我那时候会讲，巫师也是女的啊。好、哦，月月加油，看可不可以等到之后的复刻，你就可以这样子了。我这样子吗？不是吧？哎，西
啊，怎么出现了？上课不上课？连假日。我忘记谁赌身高，说自己赌很矮的要过来比矮吗？谁？有人十三不是吗？我记得昨天啊，番茄啦，番茄上来赌啊，赌很矮。番茄，你不是很矮，上来啊。我觉得这发型很好，很想看他帽子再下来。这个也很好看。我重组记得。那还好，当时最后还是磕到毕业，不然会好后悔。我觉得重组季毕业真的很好看。嘣！哎、欸，我还有16平独身高的，看一下我。我还舍不得喝耶。嗨繁星，嗨行渊，欢迎看台。嗨，23怪，欸，你要机关枪吗？等一下拿个吉他。什么意思？你说在我背上吗？对啊，好，来啊来啊来啊，这边不是啊，你穿高的，要高的哦。对啊，看起来比较帅。那是卡，不知道是卡 bug 还是……啊，就这样，你就弹。有。你要放开，你要放开，你要耳朵放开，还是这样？不是，我要一直点，不然的话……哦，有。我换个姿势看看。格雷。哦，好帅哦！我的天哪、啊。重型炮，我好帅啊！天哪、啊，还有什么姿势可以？倒立，倒立，不行，好难啊！看看我的吉他，看看我的尾巴，天哪，好，哦。啊，这个应该成比较好。头顶好像那什么咸蛋超人。哎、欸，你长高了哎、欸，小妞，小妞你长高了哦，你喝了哦，你喝身高了哦，我想不开，你这样啾啾会变得不好看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你刚是矮面哦，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有人在喝身高，有人在喝身高，长高了，喝他。跳舞上面的人会转吗？哪个螺旋吗？等一下、喔，转吗？好像错。不会，
有三冠可以玩，真的有想要升高再赌吧，没有的话等下来啊，我后面会后悔。这是过来人的建议。如果真的要赌的话，存多一点才赌。对啊，不然越赌越难过。真的。就把来的也可以吧。就来。哇，也可以啊。有。来的感觉就很大一根啊。你很大一根吗？吉他很大一根。你怎么卡的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开着那个乐器的画面，然后弹几下它就卡住。小妞喝了。他喝了啊。一下。你要下来吗？跟他比啊。我比他矮啊，肯定矮过比他矮。啊、矮马同学也比我高、哦，还是那个屏幕？我屏幕差距？不是，就是那个地不够平，所以看起来没有。你们去站那个啊。要么站先祖的，要么站在这里。好，可是他这个身高我还蹲不了地、欸。只是才能蹲啊，那不行。好可惜哦。那时候我就赌到13很多次啊，我不说三次还是4次。那时候直接喝20罐，结果他们说14才能遁地，我想到没差，我又没有想要遁地，那后面就被太多遁地的制裁，然后也因为这样子，你们还有机会认识到我。一堆遁地仔，嗯，好，我们换麻将吧。感谢待遇，我要充电。青椒哎、欸，你要换哪一条裤子？没有，你要哪一条？我都有。我也有，我刚换完了，我都换光光了。钱太多，要哪一个？我那阵子还蛮喜欢这个，但后面发现不喜欢，太松垮。哪一个？好，你不要动，这个。等一下，闹钟。干嘛？九点起来干嘛？吃海胆。把海龟换回来。海龟，你爸的闹钟，那怎么变这样？会有达日吗？达日吗？
你说你比谁高？嗨，青椒。好啦，我换日麻咯。充电啊，放哪里咧？解任务，解任务。给大鱼说。解任务不找你们打，你们都打太凶了，他解不了任务。你看你们，拜拜，感谢你。人間よ、今日の貢ぎ物は何じゃ？早く捧げてくるのじゃ。早安早安，改一下标题，编辑。光遇结束了，我忧郁的郁哎，哦光遇，光遇结束了，好吗？不存。很快嘛，又打到。我就打到十点哦，因为34度了，反正今天我很热，所以我等一下下去。我的，没事，敢开麦的。没有几个吧，要去楼下避难，对啊，可以开啊。白痴要去也是去那个吧，避难所吧。
观战休息区的避难所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什么啊？两小时前，嗨，安安。什么？对啊，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摸不到六万，那六桶啊，但他一张，他一张，啊，他也一张。被外甥女吵醒的一天啊，没事。给你选，你要选择热醒还是被吵醒？ツモです。よかった。你想要热醒还是吵？丑鸟。又不是丑鸟。那明明就很大。ツモ、ピンフ、タンヤオ、ドラ。マンガン、ジュン、ドラに。没有，就是他不是丑鸟。天啊，对不起，吵醒好了，对吧？那被吵可以叫他闭嘴，那你被热的话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哎呀，抱歉，不该这样以貌取人，以牌取人。对不起，原谅我好吗？不要口了我。第一集。你比较想被热醒？哎、欸，热醒很不舒服哎、欸，那会让人家脾气变暴躁哎、欸，而且开始会不耐烦，脸上会开始出油，脸色会开始黏黏的。然后又不能碰电脑，我说我啦，热顶的话已经是睡跑了，没有喂、欸。那如果你今天啊，今天情况是你两小时前睡，然后两小时后被热醒，那你睡饱了吗？会有起床气被吵醒的？不是啊，可是你被热醒，你也有起床气吧？
好了，我不懂了，因为毕竟我是长期被热心的人。你要想，因为你们要想哦，我家铁皮屋对不对？那种风吹雨打的那个铁皮的声音，我已经免疫无感，所以我相对的话，我会选择热心。被热醒加一，好，你们就通通给我盖厚被子。妈，大热天给我盖厚被子。哇，现在就可以分两派，来来投票，投票，投票，意见调查，你们想哪种品牌，哪种方式啊？自己小心点啊，可能会点错啊。被吵醒，被热醒。哎、欸，可是真的讲吵醒的话，我之前有碰过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个什么，外面在施工，因为我家前年高铁那时候就是施工的很严重，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早上又热又吵，也没办法做任何事情。就可以免疫热醒很难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那要不要讲个前提是热醒的温度啊？来，我们来个35、36度之类的好了。你少在那边傲娇，你是不是也选了？不可以不选吗？就自己还是默默点下去，对不对？老居，你说。那我们重来，我们重来，我们重来。今天不能说是被子女，那我们结束，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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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热醒是火灾型，那地震是什么？地震型吗？噪音。我们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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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来。你宁可好不好？我们再玩一次那个游戏，你宁可被35加度热醒，还是？被施工吵醒啊，这个就是比较进阶的，你宁可啊，来来来来来，那我该继续睡了。地震是吵醒没错，那个地震警报不是吗？有没有地震警报啊？帮派火兵，哎、欸，摇醒对我没有用哎、欸。那时候地震很大的，我还说啊，算了，我死了算了。我是躺在床上这样子想的，我就一副啊，好啦，死掉算了啦。What the you？ 什么？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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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四六五四，金牌。Beat。被热醒的床单会湿湿的，都有这个暴汗体质不优。春娇说被吵醒比较好，我也觉得被吵醒啊。吵你虽然会烦，你会起来吗？那帮我跟春娇说，我们是同一类的人。
35度开电风扇还是热风？对啊，我现在就是啊。你看，现在外面室温他写台北温度30度嘛，但是我家里面已经35度了、啊。わらわば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热爱35度的你。我是觉得还好。哦，吓死，差一点。你都起来了还睡？你说谁？喜羊羊还是我？可是被吵醒，有可能还会想继续睡啊。可是你想外面施工欸？好，我们不提外面施工好了。你家楼上在打墙壁欸？在打。你想一下，你家楼上可能在打墙壁，然后在那个用震楼神器噔之类的。盖柱头继续睡，不可能啊！这样子你会面临一个是被热醒的窘境。好的，我们现在43票是热醒的，要不吵醒我们优先。耶、yeah ！隔壁敲墙壁，我以为闹鬼。你家没有楼上哦？假设没有，干，你们真的是很鸡掰耶！他、啊、问东问西，讲出第三方阵营东西出来。他、啊、只是像假如你宁可，什么叫你宁可？你知道楼上有那种弹珠的声音，其实是那个哎、欸、热胀冷缩的影响，钢筋有敲敲敲敲敲的声音，所以我选热醒啊啊没有啊，你刚打的那句话、啊，哇，为什么奶茶是无糖，可是喝到布丁就好。你每天被爸吵都没意思。白云应该是比较怕热的体质吧。你看，如果以往应该说前阵子，如果天气还都是这么热的，我就是早上起来就剪片，剪完片就是可能8点开到10点，10点11点就。关机啊，去楼下休息，睡到3点起来跑，作息可能就变成这样子。所以那个没有看到我开台就不要难过啊，白天不用等，自己看一下啊，台北室外温度之类的啊，看到如果25度、26度以上的话，就不用等。柴鸟，你怎么了？星星啊，柴鸟，施工敲墙壁是精神攻击。没啊，一个是精神攻击，一个是肉体攻击，不是吗？睡久睡多久？你说我吗？我最久睡多久？我也是 CWT 结束后，我睡了整整一天以上。啊，那时候是累到睡死，也有那种熬夜熬个3-4天。那时候好像玩什么，忘记玩什么游戏。然后那时候那个游戏就太好玩了，一直不睡觉。
神社の鎮竹十大棒吧。那时候十大棒玩了三天没睡觉，然后一睡睡了，一睡就不小心睡了那个，两天。我的手牌没有能听牌，又偷下了，没有啊，也是啊，你看我合过吗？没有，这整局啊，对啦，我原本是想捡那个啦，生母跟我就立直一番的那个，一炮双响，立直一番，哎，自己走啊，自己走啊，你们慢一点走的要被言论攻击啊。啊，只剩突窝的人吗？没人了吗？家人没有吓到吗？没有欸，就会有问我，我有印象，他们问我要不要起来吃饭还是什么，我说没有，好累。好了，看来我们可以开鬼抓人之类的了。互相吵不醒对方，你骗子，你还怕你吵醒你爸，那时候还跟我讲。然后什么，这是我你宁可啊，嗨，优一，好久没抖内了，好久不见。哎、欸，你那款游戏我最近想玩呢、欸，那个狩猎的游戏。想说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想问问你到底怎么玩之类的。优一，你好久没来了哦、喔，啊，最近还好吗？是不是卡又被绑了？哇什么？你是哇我说你好久没抖了这句话，还是哇你好久没出现的这句话，还是哇我要玩狩猎的那一款游戏 The Hunter， 我有吧，我那款有买啊。狩猎兔子，他们不是说兔子很难狩猎吗？游戏分类，算了，光遇好了。干嘛？狩猎兔子钱会比较多吗？如果会的话，我们就好好保护兔子。兔子那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兔兔？你是说他是那个什么帕路奇啊？时空？欸 ，Tomato， 你没有猫耳朵欸 ，Tomato。欸，我等一下要出去，点一下任务，抱歉，我没有解任务，我没接任务。ミスじゃないからな。那一款第一张地图最容易练兔子，前期靠兔子赚钱的。谁在那边靠兔子赚钱？谁？以前小时候跟爸爸一起睡，我爸会打呼，我都用金角去冰他，后来醒来就看。不过第二，他讲的言论好恐怖哦，怎么办？他在散播一些恐怖的资讯，我好怕、啊。不行，他讲话好恐怖哦。抱歉的怪人，你讲的话越来越恐怖了。你的言论已经开始有点在煽动了，抱歉了，怪人。没有，我知道，虽然你是跟我讲没错，但是我觉得我好怕，我好害怕。当时的我害怕极了，至少他很诚实说他是怪人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因为那时候是在隔壁群认识他的、喔，
不然他所作所为会真的是被当作怪人，好吧？我绝对没有狩猎兔子，因为游戏还在清单那边。你还在观摩？你还在观摩吗？靠腰可以杀兔兔被揍。感谢墨雪的300块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看，今天又没坏掉了，别想听我唱歌了。啊，别想听我唱歌了。等一下，头马头，我不是叫你要门清吗？你看你又干什么了？他想杀人。你有存档？存什么档？没有新的歌啊，对吧？瑞博啊，好恐怖哦！我觉得好不适合打牌。嗯，啊，没有，刚踩到乐高，叫了一下，哎，那些老虎的 DL 其实不知道要不要买，什么意思？应该说那个 DLC 的老虎钱有比较多吗？如果有钱比较多的话，当然买啊。还是觉得没有老虎不过瘾。最近开始繁忙起来，加上前天的身体不适，嗯，然后就一个大爆睡嘛，睡掉了一天。这就不知道，问加藤啊。欸，你另外账号叫什么啊？清正哦，想起来，清正清正清正。但是我想到加藤优二。是，感谢75元，感谢感谢。欸，好啦，如果很累的话，好好去休息耶。如果睡得太累的话，要再回去睡的。最近都跟那些很累的人说，如果睡醒太累的话，要好好睡呢。是啥小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了哎。国士无双了欸，天哪、啊！砰！去。哦，终于没了吧？终于没了吧？12张牌，天哪！去，加 DLC 会。很多东西玩会有异色的动物，然后可以抓买
哎、欸、哦，真的哦，哎、欸，那我想买来玩了，哎，好玩吗？除了猎杀兔兔这个东西，好玩吗？除了猎兔子这个环节，应该是个不错的游戏吧。然后我刚才说的是第二张地图没有兔子，所以我都在那张地图，结果就没了。哦，我很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这么冲动ban掉我的干爹干妈的，对不起对不起。但是你讲的我真的是太怕了，你懂我刚刚多害怕吗？你懂我刚刚多害怕吗？没有，不是因为你讲完之后，我脑中一直那时候是有人在那个示范猎枪的那个影片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在 FB 上推荐给我看，就有人分享嘛，有个那个喜欢那个收集枪械的一个本，就喜欢打那种七弹还是什么那种的，然后突然有一天 PO 了那个示范枪械的，就突然他拿了狙击镜对着兔子，突然这个兔子就一个后空翻就倒了。所以我突然想到都是那个画面，所以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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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我没有讲好啦，抱歉抱歉抱歉，就是脑中浮现那个画面，你懂吗？砰一声，然后兔子突然一个后空翻。听说只有买 DLC 的人开图，没买 DLC 的人可以去狩猎 DLC。哎、欸，真的哦、喔，那很适合我买、欸。我不是游戏橘子，我是游戏盘子啊！我是游戏兔子。不要被他骗了，他只有混一色而已。不要被他骗了。顶多混老头，挂台跑惊人，好，加油加油！等下修个席啊！可是没买 DLC 的人买不到 DLC 的枪，对吧、啊？这就是当人的头脑了。自翻八千可以啦，哎，一千一万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力气。哦，又多一千块，谢谢大宇，谢谢大宇。谢谢待遇的一拳，感谢斗内，感谢斗内。我的 The Hunter 那时候还是免费的时候拿的，哎、欸，我好像也是免费时候拿的。我看一下哦 ，THE 嘛 ，HONTER， HUN， The Hunter。67G， 天哪、啊、67G， 看一下，这么大的吗？
图安装，来解除一些游戏好了，反正没在玩。解除安装 ，Vicky Tower 解除安装。タイヤをドラドラに。マンガン。リーチタイヤをドラドラさん。哇，呆鱼。我帮你杠大的吗？刚好睡醒，好想睡回去。你是热醒还是被吵醒？我都不是，我是自然醒。啊，你下去。道白什么道白？你说100多块吗？被尿意叫醒，哇！哎，那个尿还叫得醒你哦、喔。等一下哦、喔。ミスじゃないからな。The Hunter。これはわざと。商店页面。哪一个 DLC 啊？全部内容吗？还是我说容量可能会到百？哦哦哦哦哦！哇塞，那我再想一下呢。那我可能要再想想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已经清掉了100G 哎，看一下我怎么清。剪片的音乐，我其实应该要把 Steam 的游戏移到另外一个资料夹。我现在动到的话，是不是很麻烦？那是。可是那游戏，我觉得先不要买第一游戏玩一下，绝对买第一游戏。我知道啊，狩猎很常打的。嗯，还说把剪片的啊，也不能动哦，好烦哦。先确认过眼神，哎、欸。你是哪里人？确认过眼神，因为最容易那个魔路啊，刚开始可以抓半天。哦，那有没有跟我之前人王二一样啊？我人王二之前，我人王二之前新手模式的新手教学，我就玩了一个小时。他们说5分钟可以出来的东西，我玩了一个小时。原因就在于鼠键跟键盘、滑鼠跟摇杆的差别。就可能摇杆只要按 X 键就可以使用技能了，啊，键盘、滑鼠是可能那个空白键跟其他键完全冲突到。所以那时候卡了一个小时，我放不出那个招式 ，NPC 不给我过。我真的很不是很喜欢 EPIC 那平台。什么？其实很早以前就是谁？温阳就叫我去办 EPIC， 但是我很早之前就很不喜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对那个平台很反感。然后之后就爆发说那个平台发生了什么个资外泄还是什么，那时候觉得说哇，我的直觉是不是猛猛的？信加油，四位穿女仆装哦，信加油，全世界的希望。快点！
用生命在打牌了，番茄加油！有没有觉得已经有没有背水一战了？完了！哇，四位了！哇！应该不会和人玩一样，那么半天快走一点，快点。没有啦，乱讲的啦，他没有要穿啦，不要逼他穿了，他快哭出来了。他上班已经打得很，我哪有说这种话？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教主应该讲这种话啦。啊，感谢番茄带鱼更新，感谢感谢。好，这个冰冰就是训，啊，你是哪个冰冰？哇，跟番茄打了四五场，终于他四位了，天哪！真的是打得好辛苦哦，还好他没听，真的，我想说最后如果没听的话就赢了、欸，就赌他最后没听、欸，真的赌到了、欸，一二三四六七八，哇！哇！啊，对，我的任务，对耶，我等一下出去接任务。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！你看，我这样对番茄，番茄还这样子对我。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不行，我要贴个置顶。繁星记得贴，不贴任务，贴任务。是真爱？没有，没有。这不是爱了。这已经是一个变那种别不变相那种东西，电子的付出。你看番茄人那么好，你们不考虑一下吗？对不对？信啊，信想一下，然后阿亮想一下。不考虑，对吧？是番茄美白。信跟阿亮，什么？不用想，我只属于……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打字好像看不太懂。是个好人，对，他是个好人。冰冰，你是不是有想法？冰冰，这个冰冰是不是有点想法？我也不要，对，我也不要。理解。嗯。四颗好番茄。哎、欸，不是呢。神様への引き物準備しておくのじゃ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ポンです。还有谁？多吃番茄有益身体健康，有啊，其实但是吃太多对嘴巴不好，那时候嘴巴破掉都是番茄害的。为什么你嘴巴破掉会是番茄害的啊？他咬我。东风呢？他手上吧，没事啊，没事啦，他搞不好也在国啊。
还有谁？番茄会咬人，跟凤梨一样啊，凤梨也会咬咬嘴巴、啊。看凤梨是会是肉食植物、欸，哎，食肉植物。李景啊，哎，你怎么又立直了？裁判，有人带牌进来啊！裁判，我赢。那最近也不是火气大，嘴巴我不知道为什么牙齿上嘴唇那边有个破洞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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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凤梨割嘴巴，番茄咬嘴巴，感觉好像说什么在接吻的时候被咬。你是试过吗？哦，干什么？是不是凉凉了啊？是不是刺骨寒温了啊？我觉得刺骨寒温了哎、欸，好，加藤拜拜。你出门办事情应该不是要跟狼月一样吧？他不是说只要喊什么出门办事情就是要干什么去了？给你给你给你哎、欸！不要骗我，你是不是要和我？你是不是想要和我？快点，你试案课对不对？这咋办啊？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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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有梦想一点啦。来啦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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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少了？二三四六七八九。九张而已哦，好吧。砰！要不要照一下有没有指纹？你说牌上吗？好，拜拜，加藤，拜拜。差点自摸，哦，差有点远呢。我今天好不顺哦，我是不适合打牌，我等下出去接任务，接任务。旁边放一本书。嗯，一二。试案课，我掏个耳朵哈。应该等一下是最后一场了啦，待会不要抢哦，再开一间，然后最后一场，然后我要去楼下吃东西。虽然早餐端到楼上来了，但是我应该拿下去楼下吃。就你了，试案课。放一个壶在旁边，为什么？尿尿、哦。神社の鎮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。你们放壶在里面尿尿是不是？然后再拿去外面倒掉，然后从壶口那样倒出来，而且要买那种很好的壶，有没有？不会溅起水花。
会糊啊，哇，那么会糊的吗？打牌舍不得去尿尿吗？可以啊。克洛伊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就是你了，四烂客。好怪。哦，那胡椒不是更好吗？啊，胡，天哪，还有什么胡？那养一只狐狸不好吗？哦、克洛伊，看一下光晕那边，昨天泡芙心情不好要找你。哇，为什么泡芙心情不好找他？他可以找我啊，虽然我睡着了。他怎么会不好啊？狡猾，哇，那还有更狡猾的好吗？耶，没我的事，没我的事，没我的事。哎呦，跟默雪听一样的，但是我其实是要试案课。他昨天心不爽，是因为那个喜欢你声音的妹妹不做了。喜欢我声音啊啊啊啊啊啊！哈，哇，他都还没来我台抖内，你知道曾经答应泡芙说要来我的台抖内，到现在还没出现，我在等他哎。哇，完蛋了，钱都没赚到他就走了啊！我觉得。很喜欢我声音的妹妹，可是她之后有来看我的台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那我觉得好可惜哦，感觉少了一个观众感觉。虽然那个问不到来看我的台，哎呦呀，搞不好人家根本没看你台啊，醒醒吧，繁星，对不对？哇，抽抽牌。可是我要逃啊！等等，等什么？想等什么？什么都要等。他可能偷看吧，因为有叫泡芙提醒。因为有叫泡芙提醒他几次，有吗？这样没有吧？阿干没一杯口。也是啦，都杠成这样，还想一杯口？哎呀，一杯口来干嘛？平胡啦。嗯，いけない、ドラ猫が。すま、神の一手だ。待会就有啦，我有置顶啦，我有置顶啦，干嘛诅咒我飞了是不是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吧？最近他那边很多小圈圈，然后妹妹跟他最好了，如果妹妹不做，他超难过的啊！职场上没办法，工作最怕什么？就是同事搞小圈圈。最好的是什么？遇到好上司、好同事。其实工作好不好是其次，真的好的是遇到好同事、好上司会比较好。同事不是诅咒你飞。啊、可是那待会还要很煎酒哎，东市啦，啊，搞不好路南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搞不好他刚刚没有自摸啊，然后被我合作啦、啊，我做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不要抢哦，等一下出去接任务哦，然后最后一场哦，
早知道是这样，最后一场。原来你喜欢路南，我不喜欢啊。哎，四杠或是四杠或是哎，反正四杠比较容易啊。四杠每次都会接一些绑架的。工作最怕情绪勒索。リーチ、ツモ、ドラ。リーチ、ツモ。怎么差那么多？同样力值自摸，怎么差那么多？好，什么都没看到。接任务，接任务，接任务。啊，忘记接任务，好亏哦。合八次还好啦，今天没什么合牌，合八次每种放一般。还有哪个？还有哪个可以开？好诶，好诶，好，最后一场。要不要来那么刺激的？要不要来那么刺激的？你们要吗？你们想玩这么刺激的吗？应该这样就好了吧？下面这个就不用弄了。啊！无次无提示是什么？没有红宝牌跟没有提示吗？我还开到四人男哦、喔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来，我慢慢打。每场一定会飞一轮。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。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。跟上司不能玩太好。对啊，就是同事跟朋友的。界限要分开，就像我跟你们的界限其实要分很清楚，结果我没有跟你们玩太嗨，可恶！リーチや。ポン。ポン。哦，怎么那么刺激？好玩，好玩，太好玩了吧，飞了！哇，这游戏太好玩了吧！你们觉得这样真的有玩到游戏吗？如果之后只改这样的规则的话，就是飞的人拜拜啊！但是可以重复抢，如果这样子的话嘞，那重复抢又不行。我会讲你们那些手速快的还是抢得到哎、欸，嗯，再看看吧。好啦，先到这样子，感谢各位。啊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拜拜。那晚上，哎、欸，我其实昨天晚上很累、欸，
昨天晚上其实也是很呛，很想睡觉，想赖床回去，因为一直做哎、欸，我这两天一直做噩梦哎、欸，我睡个五分钟十分钟就醒来、欸、哦。好啦，先到这边，我先去吃东西，那晚上再来开啦，反正晚上玩什么不知道，那就很多丑人了，没事啊，我就说丑丑场啊。被飞的人能活下来，不是就飞的走？哎呦，那个我的娃娃掉下来，飞的人走啊啊，就是其他人留下来啊，就场上谁飞谁走嘛。啊，我飞的话就大家继续留下来啊，不能说我飞了之后出去再开一场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子啊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拜拜啦，拜拜拜拜。